位天诺宝子们快来看，这只母仓鼠阿瑞尔居然说星际战甲不干，新号登陆第五天就说金星声望能升两级，他可真是小母牛倒立，大家快来看他是如何翻车的呀。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跟着我的攻略从头开始做还不是有手就行，大家还不赶快去阿瑞尔的主页收藏我的星际战甲信息全攻略跟着做起来。金星声望又升两级，需要庇护罩这件三张和培训罩这件三张以及25000的现金，之后这券可以去金星的 Tinker 那里去购买，也可以通过做赏金任务获得，因为这券比较容易在赏金第一阶段出现，因此我们做赏金任务的时候只做第一阶段，这样比较省时间。获得这券以后立即返回福尔图纳，然后炸 Unico 开始新的任务。在金星做赏金任务的时候记得使用机甲，这里可是水机甲的好地方，做金星的赏金任务直到索拉里斯的声望升满，我们的机甲也升到了23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福尔图纳找 Udico 去升级我们的集团声望了。升级奖励的话选择矿石蓝图就可以。哈瑞亚7号登陆第五天，不仅金星声望升到了2级，集团钢铁防线的声望也升级到了2级。升级奖励的话，哈瑞亚选择了黑鸦的枪托，还有就是这个系列的第100期在某音的平台上被判定为需要优化，说这个视频是批量发布低质视频，要我优化。阿瑞亚也不知道如何优化，因此将它隐藏了。为了避免这个平台的观众看不明白，这里就先将100集的内容再重新说一下。其实也就是信号登录第五天的时候升级到了青铜段位5，这里给其他平台的朋友说声抱歉，占用了大家的时间。